个东方不败，今天和乾隆皇比个高下。这一场笑淡乾隆，保证让你看了快乐的不得了。四爷，你怎么那么累啊？四爷，我们已经奔了三天三夜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你，四爷，你说的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哦，哎，春喜啊，是，你不累啊？回四爷，春喜自由恋成的草上飞，我身轻如燕。六爷，春喜，朕带你出来是你保护朕，小小的雷电，怕成这样子往朕怀里钻干什么？四爷，人家是女生嘛，碰到雷电人家会怕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公子，这位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快死了。哎呀，我看也知道你快死了，我是问你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个名叫东方不败的正在练一种葵花宝典的武功，他为了练功专门吸取年轻男童的阳气，练成之后阴阳颠倒，便可天下无敌。童子，他是个童子哎，哎呦，春喜，四爷，这位公子，葵花宝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笨蛋，我就是被他吸了阳气才。大胆，敢骂朕是笨蛋！来人呐，他拖出去斩了！是。杜四爷，您断了气了？好了，断气就饶他一命吧。公子，哎呦，断气了啦！不太人的物件，怕算。春喜，天是大胆，在朕的土地上还有这种杀人的恶魔，朕一定要为民除害。春喜，是小刽子，杀！咱们走。走。哪个方向？四爷，刚才这位童子是从那边跑过来的，想必坏人就在那个方向，我们从这边走。说得好，走。糟糕了，又危险了，找机会绕跑吧。
我们不是出来找美女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来找东方不败。哦，我们找东方不败做什么？找东方不败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东方不败？要为民除害。除掉谁呢？除掉东方不败四爷。你这样根本精神都不灵啊，你赶快去问他话呀。哦，四爷，问话。请问姑娘是否看到东方不败？那姑娘为何会在此地？请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请问姑娘家住何方？是否被东方不败囚禁于此？哎呦，真是啊！我问什么她都摇头，问不出个所以然呐、啊！莫非她是哑巴？哎呀，四爷。有些事情啊，还是女人跟女人来谈比较方便。您刚才问话的样子不太礼貌，太粗鲁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这位姑娘，我问你，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住在什么地方？你来这做什么？来多久？你要去哪里？小林子姓贺，名莫愁，20岁，住在钱塘江何家庄。一年前到东方不败这里当爹，当爹，东方不败现在不在，所以我要趁机逃跑。四爷，你都听到了，去问爹吧。那请问姑娘何处可以找到东方不败？四爷，还是由我来问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东方不败每逢年夜15号月圆的时候，都会到断头崖以及望月城寺。所以说，想杀东方不败的人，一定会到年夜15号的时候，到断头崖去跟他决斗啊。是应该念决斗吧？我们钱塘江是念决斗。哦，那结果，那结果呢？但是东方不败永远不败。那跟他决斗的那些人呢？与草木同丑啊，与草木同朽。求我不得。春喜，是小桂子，扎明晚月圆之时，咱们上断魂崖会东方不败。遵命。糟糕了，有危险了，找机会绕跑吧。等我除掉了东方不败，一定回来找你。四爷，在决斗的皇上，人家会怕吗？皇上，那个东方不败他武功高强，我们三个人联手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那倒不如待会儿我一个人来对付他。阿林想不到边他没打底呀。对。小桂子，春喜，我乾隆其实贪生怕死，你们跟我虽名为主，实为手足一般，我怎么可以让你独立对付东方不败呢？皇上。皇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吓您的。皇上，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宝剑，他曾经陪着我杀过无数的恶敌，而且每当我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就带给我平安。我送给皇上您，请你收下它。当你有危险的时候，您就使用它，一定会使您化险为夷的。春喜，那你呢？我，春喜只是一个小小的答应，我的生命不足为喜，反而皇上您身负着全国老百姓的福祉，你的生命比我重要多了。哎，春喜，你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清朝，朕会永远记在心里。谢谢皇上。有人来了。皇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请你躲开一下，由我来对付他们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怎么对付了东方不败？我们帮他。好。东方不败，你滥杀无辜，罪该万死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的行为是天地所不容，叫我们三位动手，还是要你自行了断？东方不败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你闭嘴！凭我春喜的功力，再加上我们四爷两个人联手，要对付你绰绰有余，你要死了。哈哈哈哈，很好啊！哈哈哈哈，齐道人笑什么笑？我东方，东方小调，跟你有什么仇？你要置我于死地？东方小调，你不是东方不败？不是。我杀错人了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太迟了。春喜，他怎么了？皇上，他说太迟了，他死了，我来不及跟他道歉啊。好一个令人敬佩的下属，拯救追风云，御前六品，带刀侍卫。谢皇上。快拉得不得了。莫愁，你怎么会跟这个人决斗呢？我是来找你们的，刚好碰到他，他一直逼我东方不败在哪里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嘛，害我错失了一个侠客，我们又少了一个帮手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呆，我笨，我蠢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福禄寿死，喜怒哀乐，乐极生悲，悲欢岁月，月如钩，夜如钩，勾起了仇，勾起了恨，勾起了我对你。莫愁，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我带你走。我不，皇上，我这个女人是不可能跟男人结合的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哎呀，四爷，既然人家不肯跟你走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对呀、啊，不。要是你不跟我走，我就留下来。哎，公子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留下来。只要你走，我一定替你完成一个心愿。我只有锦衣玉食、功名利禄，我还会有什么心愿？你再想想看，你仔细想想看。这好了，春喜，你替我想一个好了。我，四爷。你不是先想除掉那个东方不败吗？既然这个人他是东方不败的鳖女，那你就用他来杀死东方不败，那不就得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有可能，只是对我来讲有一点为难。那既然有为难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不，只要是公子的心愿，我愿意。当真？当真。可是公子，你绝不能后悔。能够为民除害，我有什么好后悔？我现在就去办。啊，现在？对。你拿这个道具不是太冒险了吗？对呀，你根本不必当面对付他，你可以下毒毒死他，或者趁他睡觉不注意的时候再偷杀他呀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最快的方法。你在做什么？莫愁，有不是你做不到，你用自杀，我不会怪你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那么傻？我们四爷是叫你去杀东方不败，不是叫你自杀呀。我就是东方不败。你东方不败。真是太傻了，为了我牺牲你自己的生命，这是何苦？公子，请你原谅我，我骗了你。皇上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还真心的爱你，总杀死那么多无辜的生命，你死有余辜，我才快乐得不得了。真是太傻，整个思念你的一切，整个思念你的一颦一笑，整个永远记住你跳舞的样子。之前国内的唱片业界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反道路游行，对于这项保护智慧财产的活动，我倒是大力的支持，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。因为目前的国内歌星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辛辛苦苦的灌了唱片，钱没有赚到就被道路发行了，肥了那些不法的商人。像有一个叫做什么 Baby Bing Bing 的歌星，他出了个什么
南溪别墅那一趟出一题目吧，还有什么给国上的歌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就他现在为什么不出唱片呢？那就是因为道路的这个风气啊太猖狂了，所以他现在干脆不出唱片了，因此大家没有办法买到他的新唱片，也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美妙的歌声，这样子我们的损失不是太大了吗？因此我郑重的呼吁政府应该严加取缔这些不法的商人，而且我也呼吁现代的消费者更应该坚决有一个不买盗版品的观念，这样子我们的社会才能更进步，社会才能够给国上。我不要啦，那个一卷录音带啊170块太贵了啦，还有那个 CD 啊一卷300块那更贵，我啊都到夜市场去买3卷100块的录音带，哇那个多好啊，现在所有歌星专辑啊好听的只有一两首啦，他们好厉害啊，都把他们都集合在一起叫做综合袋子啊，3卷100块多便宜，那当然我是不管他是什么牌子什么货啦，我是越便宜越好我就买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公公，哇，买那边啥物仔录音带啦，买啥物 CD、CD 的啦，哇，一天到晚拢听到哪里个在吼，收音机啦，听到草地人啦，或者听到司机俱乐部啦，或者听五六天的广告啦，人家一条天顶开红鼓，人家偌好听嘞，啊，即卖歌要来听，我都因来放啥我就听啥，我无咧听即卖恁啥物歌，迄少年啊唱的歌，迄几条，迄啥物的，报告班长，昨天没睡好，报告班长。馒头吃不饱，报告班长，我没有摸鱼，你摸到大白鲨。但是一几条鱼啊，笑死人！哎呦，所以讲我阿婆建议者，你若要出来录音带，莫出来听无，干脆出一挂破地戏啦，还是出一挂迄条歌戏安尼。安尼我就甲你买啦。啊，迄真正听无，迄声音真好听。我不得了，只要几条鱼，我也不想的。报告班长，没得了，这有啥问题？我不想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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